啊，帅哥，真的假的？假的吧，兄弟，怎么可能会遇到帅哥呢？还真是，我操，真的假的？真是乐赛，疯了，他广这就告有点多，逆下天广了。告，广告。我经常看到乐赛的小火龙折磨人的，他这东西好像玩的还不错啊。A 强那种60滴血嘛，有点假。8分半。不太好评价了，可能是手残的玩的确实有点烦人啊。偷着乐了，不怎么好评价，偷着乐吧。没什么办法呀，兄弟，被硬逮到了。剑姬有点摸不到小火龙，小火龙这英雄拉扯剑姬太轻松了，能把今天搞了红温，我只能说。这英雄很好抓呀。好像要死了，他这个跑不掉呀，他这英雄有点没强的跑掉。不叫人不行啊，他可是惹赛呀，怎么能不叫人呢？啊，没办法，必须得叫人啊。这么多爹帮你，那没办法，打不过呀，那只能摇人帮啊，那能咋办呢？打得过队友也不会来呀。打得过队友也不乐意帮我呀。只要我故意玩的清暗影，队友如果不来帮我的话，有点不合理。我要是玩剑姬对线，应该要被一直折磨，队友来不了。但队友应该看不惯清暗影被针对。对面是大明星啊，队友过来抓他也正常，没什么办法，很正常啊。打排位基本上都不会认真玩，你知道，认真玩你不会玩小火龙这种娱乐英雄，别太把这当回事啊。你认真玩，别人随便玩的，能一样吗？好像有点小装啊，这个。尴尬的，哎呦呵，居然放不出技能。
可惜了，爆开了呀，他妈的，有点可惜。这还想走啊？哦哦哦哦！哟哟哟，怎么走？哦吼！为什么我要受这么菜的人啊？哦。对呀，不会，赢不了。哦，我不想跟蔡东一起玩。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输游戏，还有自己不会玩，又不知道又不会，怎么赢啊？哎呦，拉不开了，有点小脆啊我。我基本拔不完剑姬，但这个英雄吧，剑姬打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小火龙的机动性太强，剑姬不太好打，我越过去要被弄。有点可惜，打了一下好像，九杠一被玩九杠四了呀，往那送了。OK， 小 C 一把，这把中野特别给力啊！中野过来无限帮上啊，也可能他们不是为了帮我吧。OK， 宗师成功，达到宗师了，836分，看能不能今天上个1000分，看一下，感觉有机会今天冲个1000分啊！这个分段连胜还是挺轻松的。